热搜榜第二名，盖茨奖励研制新型避孕套，搜索量768543。曾经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最近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。他宣布悬赏$1,000,000奖励任何一个研究出新型避孕套的人。避孕套出现至今已经约400年，但在过去50年间很少有技术革新。